后去。啊，这有道理吗？没道理呀，对不对？来吧，再过不到2小时，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将亮相鸟巢。据总导演张艺谋介绍，闭幕式呢将通过穿越来呈现，并且致敬双奥之城这一重要的元素，以灯笼和中国结等符号呈现中国式浪漫。本届冬奥会的开幕式啊，咱们可是给世界一个惊喜，闭幕式值得期待。主创团队经过多次方案优化，在延续开幕式简约风格的基础上，再次通过仪式与表演的有机融合，呈现中国式浪漫和双奥情怀。因为这次我们从一开始就四个仪式就定了这样一个方向，就是没有明星，没有演员，几乎没有专业演员参加，强调人民性，所以我们就依靠了各行各业的人的支持，等于我们的演员队伍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大中小学。还有一个就是在排练上也是希望再简约，闭幕式就希望在以运动员为主体，为运动员为会议流程服务，包括有双奥元素就可以了。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不断的进行调整。据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组介绍，闭幕式将更多聚焦运动员，因为这是他们经过辛苦训练和赛场拼搏后的欢庆聚会。在美学基调方面，主创团队大胆使用中国红碰撞冰雪蓝，将灯笼、中国结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作为表演元素融入仪式当中，而双奥之城的艺术化诠释也将成为整场闭幕式的最大看点之一。就是我们闭幕式最重点的环节，就体现双奥这个理念。这个双奥理念从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就希望呢，有当年2008年奥运的重要元素在这个中间，还有一种特别依依不舍的这种情怀。因为第二天呢，大家可能各自回各自的国家了，我们想把这种温暖传递到全球，所以说我们用的红颜色这个基调，做到我们闭幕式一个主打的颜色。我们在闭幕式观众席上面有近20000盏灯笼，布置在整个观众席上面，参与到互动表演当中，叫做红色激情和蓝色的浪漫形成了一个碰撞吧。人大导演的手笔那个穿越呀，那可不是网剧里边说一现代人啪一下掉古代花园里边那种啊，而是有时光倒流之感，具有科技含量，有空灵与浪漫之美的穿越。